他们当中最小的5岁，最大的13岁，秦林最长的1年，最短的19周。大多数孩子还是第一次登台。爸爸妈妈们，也许今晚我们的演出还很稚嫩，会出错，会很紧张，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学音乐的步伐，因为我们热爱。今晚你们的掌声将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大家好，我叫 Emily， 今年8岁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演奏《茉莉花》和巴赫钢琴曲。Done with my piano practice, and now I'm on stage.